Hello， 我是 William。 今集咧谂住轻松啲咧拍条 vlog， 咁我而家去到元朗嘅铺头攞标签 ，Let's go。哇，周生，喂，好耐冇见，系啊，系啊，喂，今日有只笋嘢，系，俾你玩下嘅，系。就佢啦！哇，呢只好嘢嚟嘅喎 ，Pro Check 嚟嘅，型号呀，呢只新翻噶，嗯 ，PLTB 71号色，黑色嚟嘅喎，系啊，我开俾你睇下。就佢啦，几靓仔喎 ，Pro Check，OK， 我哋攞出去玩咯。Hello， 呢个是香港粤语专业讲手表的频道，系啦。如果中意手表的你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揿钟仔，就唔会错过最新的资讯啦。喂 ，William， 我哋而家去食嘢先啦，有啲肚饿。喂，话时话，其实元朗都好多好嘢食嘅。我哋今日咧就嚟食呢间先。哦，登台客。哦，食台湾嘢嘅。好。喂，周生，呢度有啲咩好食啊？通常就会食卤肉饭，我嘅话会再食埋盐酥鸡两个。嗯，好啊，好啊。My heart is on the table 'cause you're my everything. I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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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I wanna marry.我真係好耐冇踩過單車。我哋兩個咧，而家就去大堂啊，踩單車，跟住入去試錶啦。喂 ，William， 你知唔知咧？呢個位咁隔攝，我哋咧都揾到路入嚟，知唔知㗎？梗係啦，全靠你今朝早俾咗隻錶我，有指南針嘅，咁所以絕對唔會蕩失路，非常方便。行山踩單車都一流。同埋咧，嚟到依一個位咧，係咪叫温室啊？因為我嚟到呢度，我覺得好舒服喎。係啊，頭先我見到踩單車咧，都仲著住外套嘅，入到嚟咧。即刻除咗隻錶咧，其實有温度嘅。呢個温室咧，其實而家30几度，所以其實真係好舒服。同埋咧，我哋上到嚟呢度咧，其實呢度都算係山嚟，雖然就唔係好高，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個錶嘅高度計咧，都睇到其實有14.5米嘅喎呢度。哦。其實如果行山或者我哋去旅行咧，去啲高啲嘅地方咧，其實氣壓計都好啱用嘅喎。William， 咁咧，我哋嚟到依度，我見周圍都係温州好多有機菜喎，咁不如摘啲嚟整下沙律食下咧。好啊，不如我哋就試下而家即刻帶大家去摘菜。咁呢度咧有個温室啦，咁我就即刻摘菜，希望喺一分鐘裡面咧就煮到個沙律俾阿周生食，好唔好？好。嗱，我哋喺度咧就摘一啲生菜啦。这个温室就很特别的，用一些发酵了的营养液，全部不只是有机，它还是有酵素的入面。酵素会提炼啲益生菌，就种出一些很漂亮的菜。这些菜外面吃不到的，是特别有菜香的，我们稍后试一下就知道了。这样好像洗了一只标可以吗？当然不怕，这只是钓鱼标来的，它有很多钓鱼功能，还有20个巴，即是200米防水，游水浸水都没问题的，所以这些这样洗手落鱼，甚至我们洗菜冲下的标绝对没问题，非常之好用。200米水都可以了。是啊。现在呢，我希望一分钟内呢就整好一个沙律给阿周生吃，我看看可不可以了。喂，一分钟了，时间刚刚好，一分钟完成的麻酱蒜香沙律完成。等等，其实这只表呢，它是一只钓鱼表来的。那有什么功能呢？首先我们要电话里装个 app， 叫做 ProCheck 的 app。 那我开了它之后呢，非常之简单，我按这只表的这个掣，那当然手机要开着蓝牙，按实两秒，
咁佢就已經會自動 connect 噶啦，係啦 ，around 我諗10秒左右咧，佢就已經可以連接到，然之後咧個電話 app 咧就可以控制手錶嘅大部分功能嘅。話口未完就入到嚟啦，嗱呢度咧佢有個街啦，咁就教我哋點樣用一啲嘅指引啊，點樣用一啲嘅釣魚嘅功能啦。Fish 呢度咧都有教，同埋咧個 app 裏面咧可以 setting target 咧計到咧每日行到幾多步啦，同埋消耗到幾多卡路里噶。仲有呢個世界時間都好容易喺度 setting 到嘅。最後啦，呢個 alarm 咧，佢仲有一個叫做 Fish in Time alarm 啊，入邊好得意嘅喎，佢會話俾我哋聽咧幾時啲魚多啲少啲，咁我哋就知道帶住隻錶去釣魚咧就非常適合啦。多謝 William 今日咧帶我過嚟大堂呢度，又有單車踩，又有沙律食，幾正喎！哇，唔使客氣啦，我多謝你又真啊，多謝你咧帶一隻咁正嘅錶俾我玩。係啊，同埋做我嘉賓。係係。OK， 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啲咁嘅 vlog 咧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呢個 channel， 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